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感谢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们，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唱新圣诗第28首《天父看见雀鸟坠落》，请会众起立来唱。站立，我们一同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来一同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于荣耀与上帝。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同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
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创造宇宙万有、全能独一的真神，我们赞美你。你是世界的光，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你以智慧立地，你以权柄统管万有。在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你所赐，你乐意饶恕人，且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我们要因你的奇妙与大能的作为称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要为着你的赦罪恩典献上感谢。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孽，使我们从黑暗中转向你。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也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与方向。亲爱的主，我们也要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恳求圣灵时常光照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此刻我们要为身体病痛的肢体来代祷，求主保守医治住院中的王小凤姐、方英杰姐兄，以及出院还在休养当中的黄永庆长老、简世雄兄与黄维德兄，使他们借着妥善的医疗照顾与休息，身体得着完全的复原。也求主与病痛中的陈顺平姐、白耀燕先生以及最近罹患癌症的主内肢体同在，求主亲自安慰扶持，赐下够用的恩典，使他们在身体软弱当中可以时时依靠神，而有力量面对治疗过程的艰辛。我们也为教会年迈的长辈朝廷芳兄、张雅玲姐、翁国荣兄、林科景定姐、杨佩瑟姐祷告，恳求上主施恩眷顾，使长辈们虽然年迈行动不方便，仍然不失去喜乐与平静安稳的心。我们也要为今天下午即将举办的新朋友联谊会来祷告，求主保守整个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同工们有美好的配搭跟分工，使与会的新朋友们在其中能够感受到和平这个大家庭的爱与温暖，也使他们对于和平教会有更多的认识，能够很快地融入在我们当中。也求主使新朋友们在和平教会能得到好的牧养，在真道上扎根，属灵生命得到成长，能够与我们一同在爱中来回应主的呼召。本周六和平教会要举办事工研讨会，会中将招聚各部门长职与核心同工一起来讨论明年的事工计划，恳求主赐下合一的灵，使同工们有从上主而来的智慧，遇到意见歧异的时候能够借由好的沟通协调取得共识，同心合意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最后，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子会南园教会来祷告。我们知道南园教会的幸福小组已经进行到最后收割的阶段，求主格外保守同工们在这段时间有足够的体力与心力，并且保护南园教会的福音行动不受恶者的攻击，使福音的庄稼可以顺利收割，并且有丰硕的收获。也求主祝福南园教会的初信者，使他们透过教会生活能够更多认识主，更深体会主的爱，在主里日渐的成长茁壮。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按着你自己的美意来成就我们的祈求，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下。现在我们要来起应起应文第26诗篇127、128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妻子在你的内室，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林梅玲姐妹来献诗，她今天所要献的诗歌是《有一位神》。
现在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七到第十八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米。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亦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早上蔡文伦牧师要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不能忘，常思量。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这两天会感觉到天气那个变化很大，好像晚上要多盖一个被子，然后哇，怎么突然天气就这样的变化。也到十一月，已经快到下旬的时候，但我看见我们第一堂的弟兄姐妹一样早起来敬拜神，相信神看中我们在那个 要来朝拜他，要来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语那样的心。是不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不能忘，常思量。好，这好像是一个歌词里的一句话。嘿，那个，因为是关于感恩，感恩是什么？因为再来的这个礼拜四，本周的礼拜四，如果你在美国，就是感恩节的那个吃的火鸡大餐，全家一起的欢庆的时刻。当然我们不是美国的美国人或是这些，但也在一个教会的教会历当中，要进入到圣诞节待降节之前的这四个礼拜，有圣诞节之前有四个礼拜叫待降节，然后再往前一个礼拜就是这个十一月底，这个时候是关于感恩的日子，有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感恩。我是一个感恩的人吗？有人整理在一本书叫做《有一天我的心就这样开了》，它里面写到他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哦，那你想想，我们像一点卵鸡，你想想里面哪一条让你感觉感恩像是什么？前面两个提到的是关于感恩是一种生命的本质，事物的本质。而再来感恩呢，会提到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不管是本质或是一种状态，去思想到底感恩是什么。也会提到感恩就是因为有这样，所以他能够从 这当中能够这也是讲本质。然后好像一种电流磁铁，那好像用了一些物理学的一个现象，好像表达一种动力或是一种吸引力，让人的生命
产生了一些的变化。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你常常感恩吗？今天牧师选用这段经文是关于在这那个《生命记》里面第八章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用那种比较简单的圣经的一段经文的时候去问一些问题，就问那个5WEH， 看这段经文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在讲些什么，会问是谁、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事情，那里是谁，这段话是谁在讲，讲给谁听。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去看，生命记是讲给，是摩西讲给以色列的百姓听，而且这些百姓是他们已经是第二代从旷野里面长出来的这些的年轻人，他们已经长大。什么时候？应该是出埃及的第40年11月1号。哦，生命记一直翻到最前面，我，还写着这么准确的日期，哦，是40年的11月10号。那当如果你往后翻呢，看到最后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也可以说是当摩西他要离开以色列百姓，就是过世前，他最后对这些百姓所讲的话，在哪里？在约旦河东岸的旷野，在约旦河的东岸，他们即将要渡过约旦河，就像当初过红海一样，就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是一个特别的时刻，然后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他讲了什么？他讲的内容，他一方面描写那个迦南地里面有好的东西。哦，当然我们从看到那是一个好像比较古远的时代，农业的时代，有许多的种植的美善，然后有些的内容。他说石头都是铁，那是什么？因为他们要进入那个有铁器的时代，所以他们可以用石头来炼铁。哦，那这些，但是他也讲要警醒，他提醒的是这些。那这摩西他怎么讲？他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从那个圣经的来考察，全部的人只有几位是年老的人，其他的都是40岁以下的人。所以他是对于以色列百姓里年轻的一代，从长辈对下辈所说的话，是一个最后要讲的很珍贵的话，末了的话，好像以后没有机会再说了。所以呢，他前瞻看到我们即将，你们即将要进到这个迦南地，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但要往后看，看到后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也对他们提出很严重的警告。而那个警告甚至说，如果你们忘记，你们会灭亡。那再来我们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人，摩西要在那个时间对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在那当中，上帝真的认识人，透过摩西他的带领的以色列百姓的经历也真是这样。人实在太容易骄傲，太容易不感谢上帝了。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还可以看那个关键字，这关键字里面就是说有重复出现的是什么字。而在这当中我们会看到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在这段经文里出现了3次，在11节、14节、19节。意思是说摩西在这段话里面，一方面讲到那个进入迦南地的美好，另外一方面连续3次说，你们要记得，你们不可以忘记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当我们这样看，在那个即将进入迦南地的这对百姓，摩西这样的讲，但我们从比较远的角度，从圣经的旧约来看，以色列百姓在那个过程当中受到提醒，但是再往前看，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在那个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在约书亚在士师的过程里，他们依然在这个记得上帝忘记上帝的循环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也看见当大卫、扫罗、大卫王他们建立王朝之后，在南国北国分裂那个漫长的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也在那个好王跟坏王的当中一直循环，而且其实好王还真的很少。那再往前看，
到我们现在在读的以西结书里面，当北国被亚述帝国灭掉，南国被巴比伦灭掉之后，一样在那个过程里面，这些都跟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有关系。我们问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那么容易忘记啊？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用更广的眼光看，说为什么人会那么容易忘记要感谢，忘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呢？人不常感恩原因有哪些？还是我们回到自己来想，在你周围你来看，让人什么事情会让人不容易或是不常发出感恩的心？牧师有做了一些的归纳，我们来看看这些是不是你所看到的。第一个，探究人没有感恩的原因是没有留意上帝已经为我们做的。我们常常好像在祷告的时候有祷告上帝很多我们的需要，但是当上帝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像就没有留意，没有那么留意神已经帮我们做的。今天的圣诗也特别听到唱到关于在那个创造当中，上帝创造鸟，创造花，创造一些的美好。可能每一天我们走过这些路，有许多许多很丰富很精彩，但是我们往往没有仔细看。每一天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声音，听见很多声音，很多的感受跟情绪，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那神在哪里。每一天神其实那么渴慕能够让我跟我们有做连结，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看见说神的创造在哪里，他的美好，他的安排。但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那些放在大自然里面，放在一些事情当中，神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而人另外一种不常感恩的原因是认为说，这是我应该得到的，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原来是神亏待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可能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如果说啊，对了，我对上帝的感恩不够多，有可能，但是很少人大概愿意承认说我是一个 不知感恩图报的人，对不对？你说好，我感恩比较少，但 我一定不是那个不知道感恩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遇到一个只会要求、只会抱怨、不知感恩的人，我们都不希望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在新约圣经里就记载，耶稣有一次他在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行走的时候，走过那个加利利跟撒玛利亚的中间，在那里他遇到了十个有大麻风的人。在那里他们大麻风的人，他们在那里大声的呼喊，老师啊，请你救我。所以这些人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让祭司来检查你们的身体，你们就会好。我们不知道是耶稣一讲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好了，还是当他们听到这样的命令去走的过程到祭司的面前才好，圣经没有写到那么多。但当他们在祭司那边发现自己竟然十个都好了，十分的高兴。但圣经中记载，这十个人后来有几个回来跟耶稣来感谢上帝啊？几个？十个里面只有回来一个，而且圣经还记载说那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而在那过程当中记载了一个人那么容易忘记，或许在这个过程里，这些人在当时是他们受到隔离，因为当时的麻风病是很多他们不知道，就是身体 有不清洁或传染的人，他们被赶到这个村庄的外面独自生活，是一群受到隔离的人。或许他们的心里很深的想法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要得到这些？为什么我要受这些苦？上帝啊，你不公平。或许因为这样，当他们受到这个好的时候，他们只觉得说，啊，总算我应该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感恩的。
也或许这些人当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当他们好的时候，他们是那么迫切希望赶快回到家人的身边，以至于他们觉得那就赶快回去了，而忘了来感谢上帝。这些人或许他们这样想，病好了是老天爷还我一个公道。如果你存着一个这样的心来看待事情的时候，其实不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你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得的，这些都是别人欠我的，现在走不过是把它还给我而已，而这样可能就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而第三，认为人不常感恩的原因，一个是把别人的协助视为理所当然。牧师在准备讲道的过程，有看到一本书，把它参阅，叫做《情绪之书》。它是一种一本书里来介绍，说有156种不同的情绪，所以有一个英文单字，然后就来说明。他说探讨的是人类的156种情感，它的本质，还有它怎么样发展，然后别人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我找到里面有一个是跟感激有关。他说感激一开始心理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们比较着重感激是跟怜悯有关，就是当别人给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感激啊，有时候是别人对你的一种怜悯。可是当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探究这个感激做的研究会比较着重点是，当人表达感激的时候，相对的是因为他受到一些别人的帮助，所以呢他会有一种觉得说啊，我比别人低一点，因为在感谢的过程里给的人跟领受的人有一些权力的差别。所以早期的这个研究，心理学的研究，谈到感激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有一种相对的比较低的，所以让感激的人心里会有一种比较低的自尊心，来解释说为什么人不喜欢感激，因为一感激的时候好像我比别人低。但后来的一些研究里面，好像心理学的研究的方向不大一样，就转向了。他说一个感激的人是心中有把那种感谢把它最大化，他能够很自然的在对别人说谢谢的时候，对那个领受的恩典会让人的心里有正向的心情的一个转化，然后提醒大家，提醒那个人说他所得到的这一些都不是靠着自己，而因着这样能够避免掉那个把一切事情当作理所当然。所以他在这个词感激的后面做这些的研究的了解，发现原来对一个感激的角度也有不同。你是在感激这件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比别人低，所以不想感激，还是说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大家都普遍认为感激是一件能够提升自己，能够记得自己这些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或是比方说每周都去吃一个大餐，他觉得很棒，但如果每一天在那个吃的时候你视作理所当然，可能你每次吃你那个快乐的感觉就越来越少。你说又要吃了，还是在吃这个，每次在吃都是这些，就不像说哇，第一次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情，那这些是谁邀请我来的。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当把别人的帮助或给予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一种真正的从心中发出的感谢。也发生过有一个例子，有个报道是说，曾经在美国有一艘船载了393位的人在船上，结果在那个船运行的行动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就一个大学生，他奋不顾及在那里努力游泳把这些人救起来，他救了17个人，但是最后因为太累了，他就疲倦，他就倒地，就是昏迷。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瘫痪了，他只能躺在病床上。当后来隔了几年的时候，记者去探访，去访问这个人，说后来他怎么了，他很感叹的说，记者问他说，
就是在那一天是他的生日的庆祝，记者就问他说，你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他说，我曾经卖命的救了十几个人，身体因为这样付出了终身瘫痪的代价，但没有一个人现在来医院探望我。人为什么会忘了感激？有时是真的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是我好运，是把别人的帮助看作理所当然，或是当这个目标完成之后，还有新的目标在那里等着我往前走，以至于就把这一些上帝还有别人赐给我们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人不常感激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好像在那个互效的受到互相比较的影响。犹太人有流传一个故事，也说明这是造成人不感激的原因。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故事的。他说犹太人 的里面开始说，有一对贫穷的犹太人，他们家里没有小孩，生活得很贫穷。而在那个过程里，他们常常在那里唉声叹气，说啊，生活怎么这么苦。但是他们很努力的一起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有一天晚上，上帝垂听了这个祷告，派遣天使进到这个丈夫的梦里，对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上帝听见你的祷告，要给你三个愿望，而这三个愿望呢，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要的，要好好的想。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得到的东西呢，你的邻居呢会得到双倍。而这个呢，这个先生呢起床以后呢，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就跟太太说了这个故事这个部分。他说没关系，我们就既然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梦，那就祷告，一起祷告。他们想了很久，后来决定就说，我们家很穷，算一算我们大概有1000头的羊就可以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所以那天睡觉前，两个人在床前恭敬祷告，向上帝祈求他们亚伯拉罕的祖先的神能够帮助他们。就隔天早上起床前，他们听到呜，好多那个咩咩的声音。他们一看，哇，外面窗户外面有羊躺着，有的在吃草，有的在嬉笑，大大小小，超高兴的。哇，全家两个人马上跪下来感谢神，赞美神，好快乐，好高兴哦。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出去看这些羊，整天在那里享受那个欢乐，而感谢的祷告，让求神赐福了他这么多东西。我在隔了一天的时候，他们想，哇，这么多羊也怕它跑掉，我开始来想想我们要怎么做围，做栏杆围篱。所以当他走过去到后面山坡的时候，发现，呜，对面那个山丘的另外一边呢，也有一群羊哎，看起来还不少，好像比我们还多。是他的邻居，他的邻居算算，哎，差不多2000头羊。然后呢，邻居也超高兴的在那里，虽然远远的看，在钉篱笆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可是，在那一刻呢，他心里突然觉得，为什么他那么多，我好像少了，那种感觉，他觉得很嫉妒。然后呢，就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到晚餐或是吃不下，也睡不好。但后来虽然心里不甘愿，想到说还有两个愿望，他又高兴起来。他们又想想要跟神来祈求，所以呢，他们一起祷告。他们觉得，哎，有了钱财以后，那求有个小孩好了。所以他们恭敬祷告，求神来听这个祷告。果然，当他们祷告之后没多久，他的太太就怀孕了。所以他也忘了这些事情，就每天照顾这些羊，然后来等待准备这个小孩的出生。出生完，哇，这个果然是一个很俊美的小孩，这个犹太人心里十分的高兴。隔天是安息日，所以呢，他就到会堂去把这个消息跟大家讲，感谢神，我们两个有一个小孩。结果邻居呢，也当他讲完之后坐下，那个邻居也站起来说，感谢神，上帝果然照顾我们这个村子，我也要感谢神，我的太太昨天生了双胞胎。然后呢，那个犹太人本来好高兴哦，
突然他就被愤怒跟那个喜乐的心就被愤怒跟怨恨所取代。晚上他愤愤不平，一直睡不着，他也没有跟他太太商量，他就偷偷的要做了一个祷告。他跟神祷告说：神啊，你们觉得他要做什么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让我瞎了一双眼。嘿，大概天使也会说：蛤，神啊，让我瞎了一双眼。那个天使突然出现，对他问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要求？那个犹太人很愤怒地说：我不能忍受看见我的邻居比我富有，我宁可失去我的一半的势力，要让我的邻居永远看不见他所拥有的一切，我才心满意足。经过一段的沉默，这个犹太人抬起头来，看见那个天使满脸的流泪，对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为什么你要把祝福变成伤害？上帝不会答应你的请求，不是上帝不守信，而是上帝的祝福是要彰显他的恩典，但你这个愚蠢的人，你把悲伤留给自己，还要伤了神的心。当我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些感触。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让你觉得好不甘心哦，为什么他比我得的祝福还要多？你没有一个这样的邻居、这样的同学、这样的同事、这样的亲戚、这样的会友、这样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算一算，哇，有九个，那我想你可能这辈子在你的环境当中没有可能会有个感恩的心。当那个犹太这个比喻里，人对神的祝福竟因着这个比较，而当他看不见神所给他的到底是什么。探究人不常感恩的原因，虽有那么刚刚讲的那么多种，不管是有没有留意到上帝所给我们的，不管是认为我这是我应该得的，还是把别人的所帮助的视作理所当然，还是在比较的当中让你看不到这些，归结的原因都一样，是忘记耶和华是你的神。我想到我们在看摩西、看以色列的历史所讲的这一切，就像摩西是一个那么有权柄的人所说最后的话，但以色列的百姓或是当人遇到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人太常看把自己看得比较大，看得比较重要，以至于没有看见这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感恩是什么？感恩是承认我们一切所享受的美善是上帝跟别人放在我们身上付出的结果，要有感恩的心，因为生命是一个无价的财宝。上帝在圣经里有好多好多的经文都提到要有一个这样的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预备，来。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今天的信息虽然没有神学上什么那么高深的探究的原因跟道理，但同样这个信息有它的困难跟挑战。那个挑战跟困难在于怎么样让我们的每一天真的活出那个感恩感谢神的心。所以今天牧师最后结论跟行动的时候作业比较多，一个是写下你今年里面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会很难，因为那是需要停下来好好思想，因为我们人太常会得到把它称作暂时
感恩失忆症，你会忘记我有什么感恩的事，好像都没有，都每天都一样。你需要有，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可能一个晚上，在这个礼拜里面，在感恩节这样的时刻里面，你给自己一段时间，找个安静的地方开始写，你想想你这一年里面有什么值得你感谢的事情，在这次事情上来写。你好像可以坐在那里邀请上帝，邀请圣灵跟你有些对话。或许在这过程里，你慢慢写出，刚开始写到的是你神给你的一些礼物，好的事情哦，一些的东西。但也可以在对话当中去想，那或许有些你觉得不是感恩的事情，可能是苦难的事情，把这些也放到上帝面前，透过祷告，是不是在苦难感恩的事情里，当经过一段时间回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上帝的脚踪，上帝的保守在这当中，在那当中也看见神，你是不是也让我看到当初没有看到，还是有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在里面。牧师曾经前几个礼拜有这样写，既然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作业，自己要找时间再把这个再想一想。的确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想不到，但突然开始开启了，我觉得好多好多，原来神在一些的带领当中，不见得全部都是顺利的事情，但也在那里面为了一些神出人意外的平安的保守也感谢。而第二部分要说的作业是对家人表达感恩。家我们常说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是一个 城堡，是一个最稳定最安全的地方，但也常常在那个地方会发现，当家里出现一些张力或是关系的破裂的时候，一些的裂痕或风炮的时候，有个原因是有些人觉得自己被牺牲了，有原因是觉得他没有被感激到。在家庭里面，当大家都不会感恩的时候，会发现那些 付出的人会发觉心里很委屈，好像我做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而因为这样，家庭的气氛会冷淡，甚至冷战，会紧张。但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感谢对方的付出，找到适当的机会表达，那有些人他愿意付出，在这个家里彼此互相的关心就会不一样。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对父母亲的时候有些建议，当父母亲你看到他的一些表的事的时候，当下表达感谢，在众人面前说父母亲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或是当别人称赞我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感谢说啊，是我爸爸妈妈教我教得好，或是有对他来表达，也珍惜这些父母亲的教导。当然我相信爸爸妈妈好多也会用念的，就有些是做不够好的地方，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也能够用感谢，谢谢他们对我们的教导。庆祝一些特别的日子，给他一个感激的微笑，或是你离家好远了，好久没有打个电话给你的爸爸妈妈，也对家人发出感谢。一些家事真的不是都是女生要做的事而已，一起分摊家务，对做煮饭或是打扫很清楚的人表达谢谢。我会发现当我们家的女儿，她很喜欢用比较微笑的方式对我们说感谢，现在我们全家都变成有这种哇谢谢你啊，然后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让人感受到那个气氛，就因着这样人家做的事情不被视作理所当然，而那个感觉孩子好像就有人这样开始以后，那个整个氛围就不一样。或是在生日的时候，有些庆祝的活动特别把握在生日的时候，对那个寿星他为家所做的事情来发出谢谢。而这些我相信在这当中，当一个家里会成为我们更成为我们一个支持跟有力量的地方。而这感恩在心，
下面的字牧师 很喜欢是也是个提醒，不要等到明天才想起感恩，当有机会的时候就把握那个机会来发出感谢的话。在这感恩的季节里，你准备好感恩了没有？作业还不少，但也在那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愿神保守带领。而在这当中，我相信神赏赐给人那个生命的态度跟本质，就是一个能够感谢人，神感谢人，知道神要人活出那个样子，是一个发出内心感恩的人。让我们在这个礼拜一起透过这些两个作业来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一起再次来数算你的恩典。主，在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充满喜乐、有欢喜的事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主，也让我们在当遇到一些难处、一些困境的时候，主，求你也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是否在这当中，你也在那里，我们来感谢你。天父上帝，就在这感谢的节期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看见神跟人之间，我们是谁竟然蒙受那么多的恩典，竟然在你所创造的美好当中，竟然在你所赏赐的一个群体里面来学习这样的生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不让这些事情、其他的事情阻挠了我们对你的感谢，也帮助我们对家人、对父母亲也发出感谢来回应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农夫耕田勤做工，我们起立来唱全首。
我们依然站立，用这首虔诚奉献我全身，再次在主面前表明我们全人全心的感谢。会众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我们的奉献箱放在三楼和一楼的接待处。接下来我来报告我们本教会重要的事工消息。好，第一项呢，在11月17号要受洗跟转籍的兄姐们请留意以下的一些时程。在11月25号礼拜六的晚上7:30我们有一个洗礼学道班。那在11月24号之前请缴交见证稿。那12月3号的下午1:30有小会问道理。那12月17号上午10:00是圣礼典的时间，与守圣餐的时间。那请预备要受洗跟转籍的兄姐预备心来参加以上的这些重要的事项。再来呢，第二项是我们的事工研讨会，在11月25号星期六上午9:00在地下一楼要召开，请牧长职核心同工来预备心参加。那第三项是今天下午1:30在一楼01要举行新朋友联谊会，欢迎这半年内在我们教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兄姐们可以来参加这个新朋友联谊的活动。再来第四项是圣诞节相关的消息我们今天的周报夹页里面有中信月刊在它的封底有我们圣诞庆祝的一些时间表那比较重要的是在我们12月16号礼拜六晚上7:00有我们的圣诞庆祝晚会。那在12月23号礼拜六下午3:00有一场音乐圣诞礼赞的圣诞音乐会。在12月23号礼拜六晚上7:00我们在青年社区会举办报佳音的活动。然后在12月24号上午我们会举办圣诞清唱剧的音乐崇拜联合的一个礼拜。那欢迎兄姐们预备心，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来参与我们教会的这些圣诞活动，用欢喜的心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的降生。好，再来那个我们的圣诞糕如果想要订购的兄姐们可以在办公室来登记购买。那在我们的一楼招待处有贩售宇宙光2017年圣诞特刊，也欢迎想要购买的兄姐可以在一楼招待处这边来购买。好，那第五项是我们在12月9号礼拜六上午的9:00我们要举行全教会的大扫除。
那我们一起来打扫上帝的家，预备迎接圣诞节的来到。欢迎兄姐们当天要参加的大扫除的兄姐们在二楼交易厅集合，一同来打扫。好，那我手上有一位新朋友的名单，是陈秀玲姐妹。好，请陈秀玲姐妹站起来，我们一同欢迎。对，好。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礼拜，跟我们一同来崇拜，来敬拜神。那我们会后欢迎也留下来跟我们一同交谊分享。那今天下午的新朋友联谊会如果你时间允许，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联谊活动。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好，那我们留一点时间，我们跟我们前后左右的兄姐们彼此问安。好，那现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唱颂咏新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领我脚步。唱完诗，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祷。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常常提醒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散会后如果有需要代祷的兄姐可以到台前来，我们的牧师长老会与您一同祷告。